长生不老、青春常驻，一直是人类热切的追求。中国早有秦始皇寻找长春不老药，古埃及法老王要保存不死之身，现代都市人又怎样对抗衰老呢？人类有没有办法扭转衰老的命运呢？铿锵集一连三集，探讨身心灵的整全养生之道。根据去年伦敦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没有吸引力的女性身金较平均水平低 11%， 雌肥男女就占少 5%。 调查反映社会注重外表的趋势。最不想见到有肚腩咯，还有肥的手臂和肥的脚咯。当然是想瘦身啦，走出来会有自信心一点啦，还有会觉得健康一点。根据本港统计处资料，香港在过去四年整体零售货值都下跌，唯独是化妆品及药物类别并没有受到经济低迷和失业率上升影响，销售额逆市上升。靓就得的了，那些女仔情愿吃少一餐都不可以不漂亮。自己的仪表呢都已经成为她工作的一个需要一个部分。这一区主要来讲的行政人员呢是比较多一点的。相对来讲她们有两样东西想达到的，来到的要求就是你可以给我好好地休息一下，另外就是在我睡醒的时候 我会变得更漂亮。Many women, of course, are exposed to the advertising, and everyone's young and beautiful and perfect skin. And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 see, ooh, I'm not young and beautiful with perfect skin. Therefore, I am not lovable. Okay, that's a wrong thought, but it's a common thought. And on the male side, of course, if I'm older, I'm not as potent as I used to be, I'm not as vigorous as I used to be, therefore it's a bad thing, therefore my wife will be less satisfied with me, my colleagues will think I'm not as strong anymore, I can maybe be pushed aside in the office, and therefore I want to give the appearance that I'm still young and healthy and can st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society. Yes, they may want some Botox, or they may want some placenta, or I can give them supplements, no problem, but that isn't anti-aging medicine, that's a quickfix. But if you think it's anti-aging medicine, you're fooling yourself. Anti-aging medicine is a lifestyle. It's an approach to looking after your own health, being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health, to do what you can to slow the aging process. 美容师有时连续要工作15-16个钟，好多时夜晚仲有应酬。佢曾经试过打胎盘素针，希望有即时回复精神和漂亮的效果。可不可以再漂亮多一点？是没有止境的。其实最希望呢，一件事很简单，跟个实际年龄望埋去不相符，是后生了的。年轻一点，你有活力一点，你可以做多很多事咯。现在好像个趋势呢就说年纪过了30以上的妇女啊都比较难找啊这样。咁其实好像有个趋势就说你好像越表现得后生越有活力你就可以升任你份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啲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OT 好像变咗系不成文嘅规定啦。 People's basic fear. If we're so afraid of death, but if I'm frightened of death, I'll keep trying to fight the aging process.有些客人來親覺得哎呀我要整了我的黑眼圈去，我要收下我的眼袋啊，即其實個個都是做這些事情。當他們一發現不想見的東西出來，譬如好像皺紋啊，有斑啊，一斑就覺得哎呀死了老人斑啊出來了。其實很多時候就因為我們
休息唔夠啊，或者我哋今日身體裏面係出咗問題，其實都係一個警號嚟嘅。但好多時候我哋係唔會注意到咯，淨係掛住表面靚咁。咁你話我點樣靚啊，我就會去做咯。但你話哎呀身體唔好啊，你需要多啲休息啊，或者點樣咧，我哋就去忽略咗。Rebecca 從事美容行業二十幾年，佢話而家啲客人越嚟越夜放工。就算在这里做紧护肤，都要倾电话、讲公事，根本不能够休息放松。结果很多老化症状都提早出现。见到很多很年轻的廿零岁咁样啦，佢哋出嚟做一两年嘢，你睇到佢哋已经系成个人都好似即系谢晒咁样啦，系好差噶啦。成日话叫佢哋运动，今日佢哋一早起身翻工，五点几起身翻工，有时真系到夜晚十点、十一点咁翻到嚟。即係已經攰到咧，佢哋真係冇可能做運動。一翻嚟真係沖個涼又瞓覺，咁起身又翻工，即係每日如此。好多人為咗靚，保持年輕嘅外貌，不惜付出時間同金錢。點解咁多人借助營養食品咧？我覺得有道理，因為簡單。你話食咗身體好咧，當然佢哋都會去食。但係如果你話靚咧，佢哋就第一時間咧就會好快毫不考慮咁，就可能再買嚟食嘅。Rebecca 话佢自己一样会毫不考虑去尝试各种方法，包括打胎盘素、打补针、食各种抗衰老食品，甚至做时下流行嘅热能采光去除色斑。感觉好似即系掹行咗咁啦块面，咁同埋我觉得啲斑即系呢啲位置虽然少少红，但系觉得系好似白咗啲咯。开心啊，最开心噶，其实个个都中意靓，我觉得。呢只肉毒杆菌蛋白可以令到呢個皮膚下嘅肌肉收縮阻慢嘅話咧，咁就減少呢個重複接合呢個咁嘅問題，減少嗰個皺紋嘅出現。其實儀表代表自信心，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自信心。例如你加埋你個外表更加靚嘅時候咧，佢嘅說服力就會更加強。醫生講咧係第一個禮拜後先要有嗰個功效嘅。期望见到什么样？期望啊，就冇了两条皱纹。现代科技可以帮我们看起上来年轻一点，但身体机能仍然会随着年龄变化。以前呢虽然都知道自己可能是成日攰啊，成日不舒服，但是呢就没去找那个原因出来。那么做开嘢咁又不理的了。最近咧，先知道原來自己即個膽咧有啲問題啦。我膝頭哥好痛咁啊，上樓梯好痛嘅。咁以前真係冇諗過會發生喺自己嗰度咯。咁而家係喎，而家又有啲痛咯。咁自己就知道真係嗰個年齡其實係當然一定有佢嗰個轉變咧。醫學上有研究，生長荷爾蒙同衰老有關。生長荷爾蒙。从脑下垂体分泌，负责指挥和调控身体所有荷尔蒙分泌，令身体器官正常操作。随着人体发育完成，平均二十岁左右，生长荷尔蒙的任务亦大致完成，每十年就会递减分泌14%。随着年龄增长，生长荷尔蒙递减，其他荷尔蒙亦减退，令到身体各机能逐渐衰退。女性咧荷爾蒙係比較容易出現變化，再加埋女性咧一生當中點好多都會經過生育，生育咧亦都係一啲荷爾蒙變化好大嘅一啲過程嚟嘅，咁亦都係一個好虛耗嘅一啲過程嚟嘅，啊無論係用藥啊、針灸啊、湯水啊調理身體啦，所以中醫有養生之道，啊養生得好咧，你衰老就慢啲，但係總唔能夠逃避，衰老係一定要出現嘅。中医认为衰老令荷尔蒙失调，女性七年一个阶段，七七49年就失调，唔再生育；男性就8年一个阶段，64年荷尔蒙亦失调。齿根发落，脂肪积聚，皮肤变薄，黄褐斑、骨质疏松、衰老症状一一出现。不论中西医学，衰老已被视为疾病处理，
包括生理和心理。我一个星期都有三次跑步，我想都算勤力了，因为我每一次都不会少过九个字了。初初是用这种运动来到帮助我自己减肥，我自己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跟着就是习惯了自己，就是说譬如 我觉得譬如我一个星期跑几次，我跑完之后我很开心的，很舒服的。运动会对这个生长荷尔蒙的自然分泌有用的，可以用这个中度以上的带氧运动，除了刺激你的心肺功能之外，都可以改善这个生长荷尔蒙分泌。透过这个改善的分泌呢，是会减低你的脂肪的积聚，特别肚腩的脂肪呢，肌肉力量也都会改善一些。运动可以刺激生长荷尔蒙分泌，令其他荷尔蒙协调工作，其中内啡肽这种荷尔蒙有镇痛和抗癌作用。当我们进行一些有韵律同时觉得对自己有益的运动的时候，脑下垂体就会分泌这种内啡肽，阻截传递痛苦的神经系统信号。与此同时，脑下垂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荷尔蒙，传递到脑前额，令人产生愉快感觉。手会琵琶，一年之中除了爆风球落大雨唔嚟得，任何天气都嚟，冇停嘅年初都嚟。右掌推出，跟半步。咦，对身体咁有益嘅，所以专心嚟学下添，越玩越有兴趣。每日唔玩我咧，周身唔舒服嘅。83岁嘅两伯学咗太极十几年，风雨不改，身体比以前强壮，伤风感冒少咗，连鼻敏感都好咗。以前我未学之前咧，就起码一个礼拜睇成两次医生，都话啲风吹埋嚟伤风感冒啊，头痛发烧啊，鼻敏感啊，流鼻水添，而家冇咗咯。转单边后出。刘婆婆80岁，学咗太极几年，不但身体灵活咗，仲因为做完太极可以同班老友饮茶倾偈，所以心情都开朗咗。玩我右手。点卖啊，西兰花啊！打完太极咧，呢周围啲又好松啊，咁咯。以前风湿就行得冇咁好咯，落楼梯咁都系有问题咯，咁咪睇医生咯，咪睇最后出去打太极啊咁啊。出去嗰陣時啲腳都唔行得好嘅，都係扯住嘅。咁啊，而家有咁耐啦，玩咗咁多年咯，即係識會嗰陣時就玩啦，咁啊好咗咯。不過行路啊，咁都唔似人哋啲擺火行得咁慢咯，即係行得一行快咗咯。個個翻工，你做得啊，梗係要做噶啦嚇，唔做得就唔做啫。豬扒乜我都食啦，雞翼乜都食啦。不過你到頭係太肥啊，你就梗唔食咁解啫嘛，冇戒口噶。老咧就話佢嘅係計佢嘅跡象嚟講嘅，即係譬如話佢血管會硬化啦，咁因為佢少啲嘅有彈性嘅組織啦，又少咗一個少咗啲水分啊咁樣啦，樣樣都乾啲硬啲啊咁樣樣啦，咁所以血管硬化血壓就會提升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跡象啦。又或者佢嘅腸嘅喐動啊，內臟嘅喐動比較慢一啲啊，咁影響到佢嘅消化系統啦。咁佢嘅血液循環亦都會慢啲啦。佢肌肉咧係嘅質量係少咗啦，少啲嘅數量啦，又少啲嘅力啊，佢即係喐嗰陣時佢就會產生嘅力會少咗咁。咁呢啲就係一個老嘅跡象咁樣樣。咁但其實做運動咧係可以控制到呢一啲嘅跡象咧，係等佢冇即係去得咁快，衰退得咁快嘅。施爾文副教授話：
要养成做运动习惯，有心唔怕迟。佢今年50岁，开始学打木球几个月，仲代表香港出外作赛。佢话只要保养好细胞，减慢细胞分裂速度，老化速度亦会自然减慢。我哋个肺就系吸取到氧气之后咧，系靠入咗去个血管啦，咁就靠个心。如果个心嘅机能系做得好嘅咧，就好可以有好有效率咁样将啲带咗氧气嘅血泵到经过血管去比较。身體全各個唔同嘅組織嘅細胞，咁運動如果將呢一個系統咧嘅工作效率咧提高，咁亦都可以將有氧氣嘅儲備嚟提高嘅，咁就可以即係保持到個細胞，就算有損傷到，好快可以復原啦，同埋係防止到佢即係損傷，因為佢係可以成日保持佢係一個健康嘅狀態。我喜欢的，因为可以做运动可以减肥嘛，同埋一家人一起都很开心。那你觉得妈咪呢是不是跟以前有点不同啊？瘦了很多，同埋健康了很多，清新一点，青春一点。是啊，是啊，后生了很多。后生好多。是啊。中年人唔運動咧，好似好攰、好老啊，或者成咯。咁你如果你運動咗咧，你精力充沛好多。我哋跑咗步之後，嗰啲譬如其他即係指標，即係膽固醇啊咩嗰啲，全部降曬啦，即係。兩年前 ，Susanna 因為膽固醇過高，決定減肥。經過兩年嘅努力，佢減咗40磅。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信心可以做到今天的效果，但习惯做运动之后，体重一路下降，两年来都维持到标准体重。如果我们有运动，就是说我们的需要是要提升，但是个系统呢，我们身体系统是不是可以足够有这个效率去供给这个氧气去应付你的需求呢？運動是可以過量的，反為增速了細胞損傷，經常說要提倡做中量型的運動。通常中量型的意思就是說你做運動的時候，你的心跳率是去到你的最高的心跳率的大約 60-70%。 最高心跳率怎樣去找出來呢？就是最簡單的，就是用220去減個人的歲數，大約做20-30分鐘，每日都做，那就最好了。我而家心理的狀態咧，係可以去到好似我個女咁上下咯。我個女10幾歲啦，係咪？即係我覺得我其實我而家係仲比以前好添，即係仲比我以前一路，譬如20年前咁，我都係好過以前添。我自己就覺得，我諗如果你儲咗啲彈藥喺個身體嗰度，你嗰、那個譬如你心肺功能又好啲啊，咁將來譬如你真係老咗，真係哇去到嗰陣時候啊，你要瞓牀噶啦，咁你瞓牀好，人哋瞓10個月，你瞓5個月，咁就已經係賺咗噶啦。為什麼太極啊會幫那個關節的感覺有進步呢？它經常都要你下個膝頭是要向著哪裡彎多少，多些又不行，少些又不行，那變成你就那個控制的程度是需要高很多咯。那你也要感覺那個關節是即是彎了多少或者直多少啦。那你時時每次做運動就要有這樣的訓練啊，咁變咗你個關節嘅感覺係好咗，你個肌肉嘅控制能力又係好咗，咁隨而之你個平衡嘅能力亦都係好咗咯。喺內耳裏面咧，喺聽覺嘅旁邊咧，就係我哋平衡嘅器官啊，一樣係咁退化。咁我哋發現大概係差唔多70歲嘅長者打咗8年。太極比起冇打太極，有時做下神運啦，亦都係差唔多70歲嘅長者打太極，咁佢哋嘅控制能力咧強好多。意料之外咧，就係同我哋啲20歲嘅大學生嘅平衡嘅能力係一樣咁好嘅。兩伯同劉婆婆練太極已經一段日子，測試顯示佢哋平衡能力等於20歲青年人。關節感覺就年輕了10年。許教授說，從他們的實驗顯示，就算開始玩太極只有2個月，平衡和關節感覺已經顯著有改善。去那個速度夠不夠了？都合格了。
堅持都係咁嘅。我頭不頭都冇呢個信心，即我行咗幾次都覺得，一係真係好，即係腳腳瘦瘦啦，鬆咗啦。有陣時啲腳板底痛又冇咁痛啦，即係都係精神咗，即係大便就好咗啦。Susanna 媽媽今年80歲，患咗風濕關節炎30年，最近一年嚟堅持日日喺屋外行10個圈。我老豆啊，佢哋全部都係攣腰，即係條腰都好似佢咁嘅樣。咁我估佢可能有啲遺傳嘅關係咧。咁佢初初嗰陣時候咧，直情成日要瞓牀噶，我記得，即係唔行得，乜都唔做得，好痛，好唔舒服。唔覺得話好叻，不過都唔係太靈準。每日都煮飯買餸，我買好多餸嘅。醫學上有研究指出，幫一啲體弱嘅長者補充生長荷爾蒙，會改善佢哋嘅活動能力。但對於一啲健康嘅長者，運動嘅益處已經相等於補充生長荷爾蒙。運動唔單止可以減慢身體機能老化，仲會帶俾你愉快嘅感覺，身心靈結合，幫助延緩衰老。